今天要来山姆会员商店沃尔玛。这个山姆在福州的杨桥路。十年前，山姆刚刚在福州落脚的时候，我就来这里办了会员卡。会员卡好像当时是一年是200多吧，就是有主卡嘛，有副卡哦，副卡，副卡可以办好几张，可以办一张主卡。哦，这个还有场所码。这个车也太大了一点，我去。现在进来，这是山姆会员商店的门口。进来左手边电器，往前面走一点是化妆品。这里是圣诞礼品，圣诞节用品。作为一名吃货，来到沃尔玛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先找吃的，因为沃尔玛吃的就跟福州的当时宜家刚刚开业的时候一样，它别的东西卖得不好，就是食品区老是被人挤爆掉，而且诞生了很多网红食品，比如说它的熟食面包，这些东西常常就在抖音里面刷到，大家都是一通点赞。哦，这是酒水区，鸡毛，鸡年茅台，这个飞天是2017年的飞天，酒水这里单独买单的。嗯。宏大银行办理会员卡有优惠。再走着走着就走到吃货区，这个瑞士卷也是网红食品，就是我吃不起。它全巧克力的，是五六。看一下那边，那边好像更多。好吃不是杯面，这个吃得很腻呀、啊。去玩的没那也去玩的不怕腻啊。在那公司干了一个礼拜、啊。哎呀，麻薯。麻薯30元。听说冬天的麻薯它比较硬啊，韧性比夏天更足。我们来一盒吧。食品质量跟食品添加剂方面，还有食品原料方面，我是绝对绝对的放心。其他的蛋糕不网红了吗？听说烧鸡也是网红。哇，还有这么多啊！平时烧鸡那个的时候经常被抢光，40一只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闻一下就饱了，这里好香，这里。这里看着食欲大增了。我的麻薯，我的烧鸡，它的烧鸡设计得很好啊，没有东西提啊。台湾风味香肠，1斤66啊。先给你们品尝一下，虾滑，虾滑。锅都会擦好。哦，没有牙签吗？捅一下吗？它这个直接弄进去，没有牙签，盒子是光的。哦。这虾滑的，再来看一下。虾滑的，再来看一下。就搞了个虾滑吗？其他没搞试一下？对。啊，它这个虾滑里面真有虾，这哪有？那我吃饱再走吧。它也不会。哦，是不是阿克苏苹果那种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它是维纳斯苹果。哦，这个是山东威海的，这个山东的吗？对，很好吃。它这个是日本引进的品种，维纳斯是女神啊，女神苹果。它很香很脆。哇，确实苹果味非常重，没有红富士脆，但是也不会很粉。我再吃一块吧。嗯，可以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苹果不错。69块，人家是80。69块有几个？差不多9个到10个，4斤8。啊、哦，一个7块钱。我们都不少。差不多一个7块钱，这是黄橙橙的。这可以，这个牌子的苹果可以。没，我再找一下，看哪里还有试吃的。完蛋了，好像没有了。啊、哦，这里还有，啊、哦，酸奶，酸奶适合，我去喝一下。你要酸奶啊？我试喝一下吧。可以啊。
就一杯吗？他蒙牛跟山姆合作的，山姆专属，这种酸奶比较好，吃的不会腻，也不会很酸，但是还是有牛奶味，不错不错。现在福州的疫情还是没有开放的，但是超市扫一下进场码就可以进来。我们看一下里面顾客戴口罩的情况，还是有蛮多人很自觉的戴口罩。这种黄瓜很脆啊，小青瓜，这一盒是1公斤，25元。走了一圈，差不多要把吃的那些都逛完了，服饰啊什么东西，其他的就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去，这里就是沃尔玛的收费口了，和一排一排的绿色的柱子下面就是买单的地方。现在我们过去买一下牛肉卷，它牛肉卷不在商场里面的熟食区，是在商场边。哦，这里还有外卖区，还有披萨。哇，热狗、新奥尔良烤翅、美式蛤蜊卤汤、苏打拿铁、咖啡奶茶、鸡肉沙拉、至尊披萨、烤牛肉卷、烤鸡肉卷。它那个厨房在里面，也是开放式厨房。寿司、榴莲蛋糕，哦，榴莲千层，这个是芝士瑞士卷。拍一下，哇，拍一下，好有食欲。巨大的披萨，1/6片，13元，整份66元。哦，它牛肉卷这样子的，这是烤好的。它里面灯光照得很漂亮的样子，下次我要过来买个大块披萨，开箱开一下，拍个视频。这边是自助的吗？有，是不是免费拿骨骼盒的，放在这外面，拿个水杯自己就可以接了吗？我按一下，有没有水出来？有过，吓我一跳，这应该是怎么装的？这个不知道。买完是锡箔纸包装的呢。哎呀，可够啊，好酷，好烫，暖暖的。这个妹子穿着睡衣就出来了，哎呦！好了，搞定了，现在装车回去。这个要先泡维护茶，先解开来看一下。现在中午饭就这个了，三个法国。哇，这吃得饱吗？这个这么大一坨，啊，我觉得应该吃不饱。这是条啊，哎，放在刀里。OK， 吃完了。这就是山姆的牛肉卷，网红食品。这个白色的芝士，其他的是牛肉渣，还有葱，还有红椒。满了牛肉，皮薄肉多，芝士多。现在拿回来已经凉了，要是再热一点更好。家里有烤箱，再烤一下。嗯，完全值这20块钱。你去买一个10块钱的汉堡，看看汉堡里面会不会夹这么多牛肉，肯定没这个多吧。嗯，这两个还是名副其实的牛肉卷，配上它，完全配上它这个名字。没吃过的朋友，
建议可以去试一下。就这种你们会回头来感谢我。青椒味很浓，牛肉味也很浓，但是吃起来不会腻，也不会咸，就是很香。现在开始吃第二卷，也完全够吃了。哎呀，有点小饱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还能吃得下。其实再可以再放一点红萝卜、青瓜，塞进去，显得这个牛肉卷更饱满，量更多。有青瓜跟那个又不贵，都青菜。也只能吃一卷，吃多了也吃不了。吃第一口、第二口的时候感觉很好吃，能吃下两卷。但是等到你一卷吃完以后，发现你也根本吃不了。OK， 吃完了。好的，本期之山姆牛肉卷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订阅、点亮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